3月23号，古力娜扎在网上晒出两张萌照，照片中的娜扎穿着粉嫩嫩的睡衣，头微微靠在膝盖上，虽然简单扎起来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，但是依旧挡不住娜扎的惊人美颜。小脸不仅白皙有光泽，粉嘟嘟的小嘴也是微微笑着，看着真是让人大呼可爱。被娜扎这样亮晶晶的大眼盯着，姥姥的心都快要萌化了。随后娜扎工作室更是放出了一组娜扎更加可爱的照片，并配文道：确认过眼神，你就是最萌的人。照片中的娜扎神态各异，但依旧挡不住扑面而来的粉嫩气息，果然卖萌的娜扎真是让人无法抵挡呀。芒果拉新闻为萌萌的娜扎打call要不打。